嘿，老张，你知道吗？福特说了，如果他赢了六月七日的大选，他会砍掉15元最低工资。是的，我也听说了。但是他打算对年收入少于3万元的家庭取消安省收入税，听起来很不错嘛。很不错，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好。对于年收入少于3万的人，已经存在税收减免计划，大多数人交的税每年全都退回来了。福特的减免计划不但对这些人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，还会让他们失去15元最低工资。这是真的吗？有很多拿最低工资的人，特别是当他们在做全职工作的时候，都是在交税。那你能告诉我，福特用免税计划代替15元最低工资，是怎么影响低工资工人收入的呢？如果你是拿最低工资的全职工，按照福特的免税计划，你一年最多可以省下800元左右的税钱。但如果15元最低工资不被砍掉，你会一年多拿接近1900元的税后净收入，肯定是比福特的免税计划更划算。哼，原来如此啊！看来对工人来说，福特用免税计划代替15元最低工资，并不好。不仅仅是并不好，而且是特别不好。如果你的工资低，你的养老金、失业保险和解雇费也都会变低了。哇，我过去真没想到这么多，幸亏你告诉我福特免税计划的真相，你改变了我的看法。我不会把选票投给福特和其他的保守党候选人。我们今天谈话很愉快，大家都应该有更好的收入。我们一定要把选票投给那些支持15元最低工资、支持创造好工作的候选人。